欢迎老魏哈，2015年结的婚是吧？对，2015年结的婚。认识多久结的婚呢？我们两个是2010年认识的。哦，认识了5年以后结的婚是吧？哪年离的婚呢？而且主持人你不知道，我儿子我要的特别不容易啊。我们两个还2010年认识的时候，就是两个人感觉特别好，他也挺喜欢我的，我也挺喜欢他的，就是处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就打算结婚了。但是我有一点就是先天性的妇科病，就是不能生我孩子。然后我就先跟他说，我说我不能瞒你，反正我这就是我有点病，要是能治好的话咱们两个就结婚，要是真治不好的话，那我只能，我不能耽误你，毕竟你这一个男人连个儿子都没有，我就感觉好像这个女人对不起他吧。太狭隘了，太狭隘了。所以我就是我想的就是挺多的，然后但是我们两个5年，就是我连治了5年病，然后就到2015年我怀孕了啊，我们两个立马就登记结婚啊，就是12月我儿子就出生了嘛。就是对他的这个情感还是比较深的啊，对，因为离婚挺冲动的嘛，那个时候。所以大家看看这对曾经的夫妻很有意思啊，一开始都会被别人想，女生迟迟未嫁，拖到5年才嫁，是因为说我有可能不能给你生孩子，对，所以我不愿意嫁给你，直到我能生了，所以我才嫁给你，这是女生对吧？对。因此才有了男生生意一做失败，男生就说了，我不能拖累你，所以我要离开你，对。我以前我没赔钱之前，我做了一个烟酒店嘛，我俩一起经营。然后烟酒店虽然说当时做的时候很小，但是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。然后我也攒了几十万块钱，当时就是心血一澎湃，正好赶上她怀孕。啊。然后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，你不能说得看眼前的这一点点的利益。你要做点大事情，赚更多的钱。哦，坏了。然后正好就赶上她怀孕，我说那就做吧，我就把烟酒店关了。关了之后就跟朋友一起投资了一个木材生意。哦。但是可能说受大环境啊，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方面，赔了，就是把我烟酒店的钱都以前挣的也折进去了。对，折进去了，又从亲戚朋友借了挺多钱嘛，借了大概有30多万吧。哦。但离婚之后其实并没有真的分开是吧？对，我们就去了常州打工了啊。对，去常州怎么样啊？去常州1年半，我感觉还可以。可以。对啊，我现在的结婚也还了大概一半了。可以啊。对，他就是30多万的结婚还了一半了，很厉害啊这个。其实主持人，如果要是不来到常州，我们两个可能还真就复婚了。哦。但是来到常州以后，这1年半他的脾气秉性性格就是脾气越来越暴躁，然后性格越来越不好，就是导致我就他总说我脾气啊暴躁了怎么样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其实我感觉我没有变化
但唯一变化的只不过就是我心里面压力比较大了，我自己内心比以前要敏感一些啊，但是我主体我还是没有太大变化。好好听。